我们来看下3.2出摊前的准备工作。那些食材都是每天现买的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快点做好碗喽！那个时间紧迫。你没事？有啊。好吧，那你先忙吧，我打算问问忙嘛。我们一边准备一边弄冲刺，给它先立起来。他们说那个冲刺立起来，把水沥干了过后，放得久一点。好，已经沸腾开了，沸腾开了，我们加一勺冷水。哦，出锅了。没事，贵点儿了，还是好些的，还是可以。打不加价，说实话，那个生产饲料还是可以。你打好点儿，用少点儿，它不要口味是。口味那个材料好些，口味还是可以。要三杯馅儿吗？要。辣味儿不打，我两种朋友吃不来。来嘛，你先倒一下。快点儿嘞！开水了吗？要的呀。慢慢，你拿着扫地，看到水干净了，看嘛，开始拿着坐那儿看起来有食欲。我看起来杨医生看起来是可以拿着扫地还可以，他杨医生感觉还会来会。嗯。谢谢。把肉嘛拿出来。哎呀。带那么多了没本事。要的嘛，谢谢。他们说李晨开张要生意好些哈，李晨和男生开张不一样哈。男哥，美食门儿开张了，还是一个很好。女士开的张，应该是爆卖吧？他们说有寓意的。是有的是力气哦，走，出发了。没办法，整个天凉，哎呀，好热哦。确实热。还好，那个东西是好东西。那我先洗个，好几天没洗完了。今年没洗，给我老越来越好了。谢谢两个嘛支持，谢谢你，太感谢了。凉面，他比我技术好些。来，凉面。还没人，你们呢？做的正常。好的。来，先吃。不是出来卖了十万了，好不容易哦，今天不晓得怎么捏。谢谢。但是见过一次，是广告公司那个嘛？哎，广告公司那个。好，谢谢你哈。嗯，谢谢你支持哈。出摊了，就还有三份没吧？因为说还有事情。然后明天也不出摊了，明天都直接回回龙了，明天都直接回回龙了。因为妈老汉打电话打了几个了，我们还不会去。